10月28日 ，TWICE 登上《爱日本》2023年月刊，女团身着单色连衣裙登上杂志封面。TWICE 日文官方账号于10月25日率先发布公告，表示轰动一时的 Cheer Up 歌手将登上《爱日本》，目标定于2023年1月发行。此次发布的 TWICE 还拍摄了卡地亚配饰产品，为照片增添魅力。除了服装、首饰，对于让照片看起来时尚也很重要。在简短采访中，他们被问及对产品的看法 ，Mina 表示。很喜欢佩戴1970年代推出的 Love 手链。此外，它的现代设计更衬托出酷美人的个性。与此同时，多贤表示，卡地亚拥有优雅成熟的外观，还谈到出门时总是佩戴首饰，表达了对耳环、手链和戒指的喜爱。娜琳分享了珠宝对她的意义，因为佩戴它是为了让她在白天感觉时尚。队长智孝评论了手镯，他提到这件首饰非常适合她的着装。最后 ，TWICE 成员 Sana 对某戒指系列更感兴趣。Sana 解释说。他所戴的戒指就像一个护身符，让他想象出一个优雅的女性形象。这枚戒指的设计风格也充满强烈的存在感，充满积极的和谐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